温小姐果真是好本事啊。和你们这群人渣待在一起，真是恶心。温西，逃跑是要受到惩罚的。哲青，不听话的女人去床上解决就好。放下！放开我，你这个禽兽！放开！多挣扎点，给我住住心。一分钟50个，你真是厉害。等一下，有人来了。办完事来找我。我还要坚持这个姿势多久啊？应该是瞒过去了。帮我做掉个人，资料。温西那鸟真不错，老实说，我还挺想试试的。你这个玩笑不好笑。玩笑也不好笑，徐哲青，顾问呐、啊，到现在才拿到我的真实资料，说实话，有点失望。正经的工作多没劲呐、啊，不如真的加入我。我还是喜欢有五险一金的工作。答应我，我就放了他。你也继续回 IB 工作，只需要偶尔回来兼职一下，价随你开，怎么样？你既然这么有诚意，我很难拒绝。这小子从中国来的，抢我生意。辛苦你帮我做掉他，可不能像上次彪哥那样糊弄我呀。帮我准备好办事的家伙吧。车怎么回事？挡我的路，少晦气！跑了，车上装 GPS 了吗？先去追那个娘们儿，为了救她，
许哲清肯定会出现。二人报了警，老蒋他们这会儿大概已经伏法了。服务结束，你在最后那一声签字确认一下。这个费用够抵我姐姐两年的工资了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打折吗？我这边有几单简单的任务需要女搭档。为了争夺家产，客户的舅舅把他的爷爷软禁在了一家疗养院。狗血争家产剧情第一次离我这么近。我们的目标是把客户的爷爷救出去，但是动静不要太大。你找机会把信给客户的爷爷看，让他按照信上的指示配合我们逃离。我会改掉护士的排班表，配合你的行动，同时干扰监控和保安。电梯会指大地库，客户在那等着了。合同呢？合同找到了，谁在里面？下次任务不会也这么难吗？你要是现在就退出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大的折扣？下一个任务，帮客户从他老婆那儿拿到一张门卡。跳舞的时候最容易拿到卡，记住这个顺序。这儿。
没受伤吧？下次任务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。没有下次。你的合同我会给你打三折，原来的合同作废了。这个是我电话号码，你回国之后记得打给我，我可以带你逛逛什么的。就咱俩不好吗？行，等我回国休假的吧。不要继续干这份工作了，赚钱有很多其他方式的，换一种活法好不好？试试，走了，记得。打尾款。后来，配合警方调查完老贾团伙的时候，我顺利回到了家。明明离开半个月都不到，却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他是唯一能确证那半个月真实存在过的人，却始终没有再出现过。我被失落长久的笼罩，却没有资格形容为那是属于失恋的心碎，我只能努力重新投入曾经的平静生活中。但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告诉我，曾经的生活回不去了。In the dark.